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享受新约，活出永生。关于享受主是我们的生命，其实是和新约的四个福分有很大关系。新约第一个福分特别提到圣灵的来到，亦都是讲出主在我们里面。第二个福分讲到我们同主有最深的相熟、相连和关系。而第三个福分就是讲到我们能够享受永生，在经历上认识主。第四个福分讲到罪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，这个是我们享受新约其他三个福分的基础。我们实在每一日都要享受主是我们的生命，享受永生。咁你新约咧喺圣经上提咗好多次噶，无论系先知赛啊、耶利米啊、以西结啊，唔知第一次噶。有啲地方讲得特别详细啲噶，特别咧将第一个福分咧讲得详细啲噶，因为以西结嗰度。咁主嚟咗咧。咁喺嗰晚，佢将特别系第一个福分讲得系特别多，一生佢帮门徒未讲咁多关于圣灵方面嘅。先服施浸以后，即系因为神嘅启示咧，佢睇得好准噶。佢话佢见到呢位主啦，系用圣灵施浸噶。一个人佢会用圣灵施浸，佢边个嚟嘅咧？边个人咁厉害？如果佢唔系神，佢系神嘅儿子啦。好多人驚啊，如果一個人去用聖靈幫人施浸，用聖靈施浸呢亦都係幫新約或者一方面有關。呢個係特別寶貴，同聖靈嘅篇幅係好多，譬如講重生都係幫你有關，講新造嘅人都幫第一個有關，凡係講出主要裏面嘅都幫你有關。你有幾多？你就睇下新約聖經裏面有幾多講到主喺我裏面啦。希伯来书十三章都讲啦，系藉着耶稣基督喺我里面啫嘛，我嚟行佢就系个事。所以啦，第一福分讲好多，亦都系神实际帮我联合最深嘅嘢嚟噶，同我哋帮佢最相配，好紧要啊！因为我哋系为佢预备做啦，我哋呢个人系点都好紧要，所以唔单止系照佢形容做咁简单，可以讲啦，呢个不过系有咗种潜质。更进一步，我重生的时候就更进一步。神的律法在我里面，连我里面那种的喜好倾向心底那种是不同了。虽然我们有时软弱有时犯罪，但你的心底都是不想讲，你会觉得难受不安。这个是要回到神面前的。你的身体是你的真我来的，最深的。如果失败了呢，只可以说表面上的。但当然都是犯罪的，因为你仲有自由，神佢唔会攞咗你嘅自由，绝对，你只有永恒都有自由，因为冇自由就绝对唔会有真嘅爱，系一个机械。所以我哋嘅爱都系经历起考验噶，咁就算我对佢爱虽然系争太远，但我觉得唔够爱佢啦，但都系真嘅爱嚟噶嘛，超过十年啦，如果真系爱佢，全部听佢话爱佢都系真嘅爱，你都系。佢真係爱你，你都係真係爱佢㗎。呢先係最宝贵。杨福音第一章佢係边个好清楚。佢就是神十分嘅里头。但到二十一章佢话彼得你爱我嘛。佢永远都係最要你同我份爱，最珍贵你同我份爱。第一个福分喺好多圣经唔同我讲到佢呢方面。神太宝贵。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发生，就是我帮他那种的联合是真一个联合，不是理论那些，他就是住在我心中帮他那种结连生命和爱那种结连。我想第二个福分呢，个相熟人都是很需要归属感。那我帮你说，全个世界全个宇宙最宝贵最深的归属就是阿爸主的圣灵。我已经有了最宝贵最深的归属，我们能够享受父子圣灵帮他连埋
佢團契，佢份愛係佢家裏面嘅人。你咩 V I P， 你咩會員，簡直完全唔係嘢嚟。全個宇宙，你話有咩 V I P 就真係神家裏嘅人，佢嘅家。嗰有父子聖靈同埋弟兄姊妹，最深嘅歸屬。我幫阿爸嘅關係，幫主，幫成人關係，係個最深嘅愛，太厲害，好獨特，太美麗。呢係我超需要。第一、二個方向就係呢幾年嘅喎，咁愛個位就住咗我裏面，唔單佢只係通水，有亮光啊，講嘢咁簡單，仲有你可以感受經歷佢自己嘅，有真嘅接觸就親嘴，一種嘅 touch 你個心，向你個心顯現，你感受佢，感受到愛人可以，你知道佢愛你，初信你可以知道佢好愛你，我初信時從佢愛嘅顯現啦。佢咁樣挨近你，吸引到你咁，你知道佢愛你，唔使人講。第二個方面就是過最深嘅關係，歸屬關係啦。但同佢幫第一個佢住咗喺裏面啦，係有關聯嘅。所以第二個係太寶貴，全個宇宙最深嘅相熟關係，嗰份愛，阿爸嗰種親情嗰份愛，主個耶和華烈焰嗰種嘅情愛，成個温情。比母親更加寶貴，最能夠安慰我哋。因為一二個關係就咁結連啦，而家產生咗神嘅家，成年人都住曬喺我每一個嘅心裏面，都將我連起咗嚟。諗第三部分咧，根本就係享受永生，從大到小都係第一手親自嘅，可以俾神掂到，經歷佢自己，太寶貴啊！每个都是经历上认识到佢，唔系单听翻嚟，就盼望经历更多，唔系一味听得多而唔够经历。保罗话呢个至宝嚟噶，佢系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保罗系一个好厉害追求嘅人，未信嘅时候佢已经系想攞最好嗰啲嘢，但最后觉得佢都识拣噶，但系拣得嚟嗰啲，佢系咩啊？佢啲粪土。要比起佢可以知道主，就經歷到主。佢仲特別去阿拉伯啲抗疫度咧嚟經歷，幫佢人世界。瑪利亞選擇咗呢個上好福分，所以變成一個最後咁深愛翻主。主都話全世界全方都講佢嘅事，因為主就係要我哋一個有嗰份愛，那個香膏，你嘅香膏，我每個心裏面嘅香膏嚟高翻主。呢第三部分就是享受永生。所以呢好紧要我得着生命的良好重要。你叫翻去睇翻呢个《约翰福音》第六章嗰度系好紧要。佢住咗我里面之后呢我要得生命。我虽然有咗生命但我仲要到佢面得生命。如果未信主呢就快啲信佢，信佢嘅时候就出到佢度得生命啦。但得咗生命之后我都仲系要不断系去佢度等佢继续更加供多啲。譬如有生命，你而家唔死，但你都食嘢系咪？你都食嘢就想你而家身体更加好啲啊！唔系话你而家唔食就死啊！咁我有咗生命之后咧，我都食啲好嘢，唔好食你手机上嗰啲害嘢，或各样害你嗰啲啊！入去，快入去嗰嘢，你就小心啲。嗰啲心思入去，你眼睇嘅嘢，你要俾佢入嚟搞你。就你可能要转眼。转台、转念、转向佢自己，思念天上嗰时，思念圣灵要你谂嗰时，你就会生命同平安，就仲会喜乐添。你心系活噶，我一次次去得生命，重要啊！主要系为永生食物努力，就得着佢供应咯，就佢赐生命，佢就生命嘅粮，使你个心饱足佢嘅爱啊，佢自己。我哋好寶貴啦，但第四個部分當第一個今日你睇到個相連啦。如果冇第四個徹底真係冇晒罪，就冇可能永住㗎。所以我哋好有把握知道我罪真係解決晒，而且一次過解決晒整個罪嘅問題一生。當然有罪要悔改啦，快啲返返去面前。但係冇罪咗㗎，係你返唔返嘅啫。
佢有最大嘅宽容拥抱。如果你系太过差咧，佢更加要救你，帮你。你睇救护车有声音，快啲让路，又咁快咁快要去救。如果佢系伤风感冒咧，我想救护车唔会去接佢噶。咁我个讲咗新药咁多，嗱，而家最紧要就系我哋日日去响呢样嘢。正系第四都好宝贵噶，即系你知道啲罪真系解决咗，你唔使惊。嗱，我有翻救恩头盔啦，我哋系真系得救咗，就永不灭亡。主喺个约翰十章夜八夜九节话咩咧？讲到我哋喺佢嘅手中，喺父嘅手中，两个手，我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主同埋父嘅手中将我夺去，系咪太宝贵咧？我送你好真，系咪最 practical 咧？一啲唔遥远，最紧嘅喎，佢喺里面系咁实际，亲近主，运用信心，经历佢系最实际。呢个新约生效啊，佢做咗新约嘅保证者，佢冇讲大话，佢使我经历晒呢四样。不过有啲更加尽心尽心，